人这一生也许会遇见三种人，第一种人拿来成长，第二种人拿来生活，第三种人拿来一辈子怀念。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一种特别的缘分，它让原本陌生的两个人变得熟悉，也让原本冷酷的两个人变得柔情。当我们日后想起那个人的时候，会记得自己曾经被人温柔地对待过，会记得回忆里那些灿烂如虹的画面，也会记得所有的大雨滂沱。我想我们遇见爱不是为了遗憾，也不是为了痛苦，而是为了在某一段灰暗的日子里始终相信自己值得所有最好的一切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心的付出，不留遗憾。如果无法参与到对方未来的人生，那么缘分到头的时候，就痛快地说一声再见。别回头，别留恋，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，不谈亏欠，不负遇见。好，加油！